公主我来了，应该是台湾最创新的一个节目，不断的挑战新的事物，让观众看到我们平常不会展现的样子。最重要的是有美女可以看，不止观众朋友兴奋，而我们自己也兴奋。我们是主打有公主，所以很多漂亮的女生。我梦想中的笑话应该是我这样子吧。12月2日起，每周日晚间9:30，华视《公主我来了》。